我哋將雙手向前提升，去到額頭嘅水平位。我哋輕輕咁吸一口氣，輕輕提升嘅手，慢慢向下蹲，做半蹲就得啦。好，然後吸口氣上翻嚟，輕輕上嚟嘅時候呼氣。我哋保持住腰要挺直，兩個膝頭哥向前彎曲往下，再嚟做多下。輕輕吸口氣，提升雙手，慢慢放落嚟。好，呼氣，上翻去。非常之好。跟住放翻雙手落嚟，而家我哋再次提升隻手，雙手向前邊，將兩個前臂成九十度向上彎曲，兩隻手掌微微彎曲，好似抱住一粒珍珠咁，去感受兩個手掌之間嗰個氣場。如果感受不到，可以輕輕地慢慢縮小中間的空間，繼續專注我們的呼吸。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。好，現在我們將這個珍珠用我們雙手捧住佢，將我哋嘅右手放喺上面，左手捧住一張珠，將佢帶嚟我哋嘅胸前，繼續專注我哋嘅呼吸，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。轉動呢個珍珠，將我哋雙手嘅腹位去培養呢粒珍珠嘅光明。而家左手放喺上邊，用右手托住，繼續專注喺我哋嘅呼吸，呼氣。非常好，我沒有頭髮，